们现在要干嘛？没错，首播首播，他们要抢先看。情人节快乐！对，情人节快乐！情人节快乐！ Yes. 有没有单身的要征一下男朋友？我们先看看。谁稳交？他刚刚这样子，他。哇！谁稳交？怎么样？感觉如何？好好看，有没有很感动？是那个那一幕可以删掉吗？一定预想到会被怎样截图，知道吗？我也啊，总结一下，总结一下，端下的字不予置评。哎，不是打人啦，他不在打人，就是在装可怜。都是他们，他们要按暂停，然后去放大，你看我假睫毛。